来自大角星信息，关于即将到来的大量改变。通灵，玛丽莲·拉斐尔。亲爱的伊们，神圣的人们，我们作为大角星人向你们传达对世界人民的爱和希望的信息。我们大角星人群体想谈谈即将到来的大量改变。你们正在目睹世界信念，世世代代捆绑人类的死亡阵痛。你们的地球正在开始一个更高的善变周期，转化周期。当更高的真理频率开始取代最早形成这些稠密的畸形创造物的能量时，这些创造物只能溶解。当一切熟悉的事物开始改变，不和谐的感觉会出现。然而，当意识更加开悟时，没有任何真实的事物会终结，而在这个转变里，进入更高的表达层面的人身上，在理解上不会出现强烈的恐惧和困惑。因为三维的能量如此稠密，这个过程会是渐进的，也会包含很多抗拒性质的迂回曲折。在每一刻，每一个场景中，让你的关注和努力聚焦在你所了解的更高真理层面，而不是聚焦于你周围物质感官的幻觉之上。你的爱和光之能量，觉醒意识之光，正服务于敞开让更多的光流入地球之路。这些高频能量正影响所有的生命，每个人都在感受这些能量。觉醒的人，未觉醒的人，动物王国都是如此。当情绪、身体疼痛和痛苦或极端的身体疲惫似乎接管的时候，这些高频能量正给你们许多人带来考验。如果你不警觉，很容易会认为出了什么大差错，但一两天之内好像又恢复了正常，你感觉很好，直到下一次的到来。这些经历跟清理、净化、转变和整合新的更高频率到身体中的过程有关，也跟心智对这个过程的解读有关。进行能量的提升需要花费能量，这使得你用于日常生活的能量变少了。阳生能量正在取代身体细胞中的稠密能量。允许这个过程发生，不要立即下结论说事情出错了，而是要明白事情是恰当的。你的身体表现是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不熟悉的表达，因为留在肉体中，同时发生重大的能量提升以前从未发生过。当你整合这些新能量，当你的振动改变，你将不再跟迄今为止组成日常生活的许多事物对齐。沉重的食物、酒精、糖类和加工食品，你过去享用它们可能没有问题，如今却不再吸引你了，或者在吃的时候觉得难受。因为一切都是能量，如果想要有任何事物的和谐，婚姻关系、朋友关系、食物、娱乐、职业、理念、信仰等等，能量的对齐是必要的。你不再跟你曾经对齐的很多看起来普通的事物对齐了。你进化的意识状态正在跟新的更高频率共振，试图使某些灵性上过时的事物继续像过去一样运作，不会有用。自由意志允许每一个人忽略真理，无论多久都可以，但真理从来不会离开，因为它是实相。只有基于虚幻观念创造的事物才能永久性的溶解。试着把改变看成一个毕业，亲爱的伊们。许多人认为自己对改变是敞开的，但是当熟悉的事物开始改变或消失时，甚至最觉醒的人也常常会抗拒，因为熟悉的事物中有一种安全感。你不再是进化的新手了，也完全准备好从外在的事物中收回你的安全感。通过意识到
安全和保护已经完全存在于内在了，那是你自己神圣意识的面向。学着跟随这股流动，同时不给那些也许会影响你安全感的事件和状况赋予力量。安住于当下时刻，信任所有的一切都在依照一个神圣计划进行着，个人层面和全球层面都是如此，无论人们是否相信这一点。这并不意味着在有必要的时候你绝对不能采取预防措施，它意味着活在一个三维的世界中，采取你被指引去采取的实际行动，但同时不向恐惧的观念。对于人们、地点或事物的防卫，屈服，意识到，一个人跟上帝在一起，就成为了大多数。我们想谈谈受苦，这是描述遭受了大量损失或仅仅是日复一日活在身体、情绪或精神痛苦中之感受的一个常用词汇。由于此刻正发生在盖亚、地球母亲和人们之上的，以及发生在三维信念系统之内的对旧能量的强烈清理，许多人觉醒的和未觉醒的正在受苦。在多个前世中，大部分人都带着他们想要专门处理的一个功课而转世。由于现在正在进行中的强烈扬升过程，你们带着解决和超越任何仍然遗留的跟人们、地点、团体或信念系统需要完结或可能阻碍你扬升的任何事物有关的课题之意图进入了这一生。强烈的好与坏的经历仍然储存在细胞记忆中，生生世世携带着，直到被清理。你准备好清理的细胞记忆正通过一些经历浮现出来，提醒你他们的存在，但不需要被认定或理解。当你活出更高的意识状态，光频率自动地溶解低频能量，流连其中或试着理解，也许正在清理的一切是浪费时间，因为那只是在专注于旧能量。如果对你的灵性成长来说有必要让你知道某些事情，你总会通过梦境、直觉或现实的记忆得到那个资讯。这一时期，你们许多人正在为世界而非总是为你个人而清理。记住，只有一合一的。对于你们之中正在经历沮丧、悲伤和懊恼的人来说，我们想对你说，没有抗拒地允许这些情绪流过吧。由于对事情应该怎样才是正确的，那总是反映出一个人的信念系统怀有的期待未被满足，痛苦于是产生了。在第三维度世界，大部分痛苦似乎由无法控制的力量、大自然、法律、宗教信仰等等引致。这就是一个基于二元和分离的维度之运作方式。这就是你们正在进化超脱的事物。二元和分离不存在于更高的维度中。三维信念系统代表一个非常高的维度阶梯的最底层，尽管大部分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只要世界意识继续通过二元和分离的信念创造，痛苦就会继续保持活跃。永远不要忘记，作为神圣的表达，每个人都是创造者，基于他们意识状态的内容形成了他们的世界。以任何你被指引的实际方式帮助那些受苦的人吧，但永远不要认为拯救别人是你的责任，因为一切都是在高我和指导灵的帮助下他们自己选择学习的功课。心智解释一个人已经达到的意识状态，并将其显化为身体、情绪、精神和灵性上的形式。痛苦是一种抗拒，是一个人认为事情必须怎样，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快乐的渴望。在意识发生改变以前，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或能够在全球及个人层面上制造改变，因为意识是一切之所事的本质。你们已经达到了那个准备就绪的地方，那是你能够移向你真正是谁、是什么的认识和体验。想象一下，一个光芒万丈的明亮的太阳。当这些光线距离太阳光源更远时，它们的光芒减弱了，外表改变了，也积淀出了色彩和阴影。随着每一道光有了不同的体验，它开始看起来跟其他的光线不同，它吸收了不同的颜色，外观累积了不同构造纹理和颜色，不断改变和增长的种种能量层。光线永远不会消失，但如今完全被多个碎片层覆盖住了。这就是你们的故事，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有史以来的故事。你们就是太阳光线，永远保持着纯洁、完整和完美，无论多少幻觉包裹住它。进化就是逐渐移除所有的覆盖物。接受这个事实吧。你已经觉醒了，不再有任何需要为了已经完全存在于你之内的事物而向外去寻求和寻找。如果你愿意的话，允许这个过程，信任一切都依照计划进行着。我们是大角星人群体。来自大角星人群体的祝福。谢谢收听。感恩祝福。